中央社记者卢台成台东县24日电2017台东之媒体人三项国际赛51.5公里奥运标准赛成绩今天下午出炉，男子组台东选手鲁仲勋称王，女子组张佳佳蝉联封后，由台东县政府与台东县铁人三项运动委员会等单位举办的2017台东之媒铁人三项国际赛季三项接力赛今天继续在台东森林公园、活水湖等地举办奥运标准51.5公里赛程，有1300余名铁人三项好手报名参加。今天秋老虎发威，艳阳高照，主办单位为了让选手补充水分，准备许多矿泉水、运动饮料及冰块，在各补给站提供给选手。成绩下午出炉，台东县政府公布男子组前三名分别为鲁仲勋2小时18分44秒，江家伟2小时21分57秒，柳成宇2小时24分43秒，女子组前三名为张佳佳2小时22分19秒，谢问君2小时33分32秒，刘佳玉2小时34分59秒。106万0924